天大家只有找到秘密，登船出海才能取得成功。海盗现在知道自己是海盗了没？不知道。还不知道。对，好可怕，我也不想当海盗。现在好，下一位，扫一扫我的蓝胖胖。海盗是不是？真没劲，这身份。哎呦，你就演啊！太无聊了，真的。哎，快！啊啊！开始。有有有。贝贝在底，贝贝在底。贝贝，你还说了说话吗？你还说了说话吗？你好，之华，不对啊，喜剧之王。是不是有可能出现英文字母吧？有英文吗？那就是那个呀 ，A A 吧 ，A A 吧。有英文吗？叫 E I E I。你怎么比我先答对？不行，重新录一遍。啊，这你都知道？打扰了。真的，她是个女孩子。很多游戏呢，其实是运动强度还是蛮大的。我爬不动了。但是你看啊，他永远都是那个特别有热情、特别的那个有朝气的在完成。啊！谢谢你，我的老兄弟、老伙计。别扔！等，你咋的了？这是我来帮帮你。没事。其实我也想对你说这样的话，我也非这一季非常感谢你，因为我知道整个我们这个节目录制下来，整个体能方面、各方面，还有录制时长方面，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啊，太累了！啊，我太疼了，太疼了！这要不是团队作战，我就放弃了。我在接下来的日子，在你的监督和指导下，把体能再提高提高，后边会更好。谢谢我的老哥们，欧了欧了，跑两步吗？可以啊，走。家，然后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你能够越来越好，让所有的来的嘉宾不敢再拿你当成他们的第一个小目标。放进去。啊！不是啊，真的，这个自从你来了跑男之后，颠覆了我对你的所有的。传统的印象，凯哥，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积极、阳光、正能量的小男生，这个身体里的能量是无限的。Big power, big power， 真精彩啊！真精彩，真精彩。然后你也是所有新成员里面第一个敢跟我撕名牌，而且还把我撕了的人。凯哥，我跟你来。新人过来能够那么的有勇气，那么的有胆量，是我觉得特别佩服的一件事儿。天哪，喜欢你吗？有始有终。快缩了缩了，快缩了缩了，缩了缩了。哎，沙子爹。哎，啥东西啊？那不怕呢？我没干净。沙子爹，沙子爹，来了，扶一下我。我来扶，我来扶。我给你放水吧，你活吧。来，我给你揉两下。期待我们可以在甲板上共同见证第八季胜利杀青。江南，江南，一天林俊杰，嚯！偶像练习生
偶像练习生的歌歌 AA 对，哇 AA 呢？不用管了，忘掉吧。等会儿等会儿，从头开始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说。第一个字啊，第一个字，有的反义词是有有有有有的反义词是哦没有无无啊对对对无无无。无价之宝，无上之罪，接近了，接近前三个字对了，无价之，是什么？无价之歌，姐，无价之歌，无价之，无价之很棒，无价之，无价之你，谁死的？谁死的？无价之 sister， 无价之女，无价之妹，无价之姐，对。零怎么能是五呢？五四三二一，一这是吧？这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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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哦，他们在干嘛？今天虽然所有人都扮上了古装，但是是这么多期，我的服装最轻松的一期。我这见你要不要背一下、今天大家都是仙剑中的人物，程程这次是李逍遥啊，还用你说？你是逍遥的伴侣哈，九剑仙是李逍遥的师傅，学着点。他是我什么？巫后。妈妈。巫后。巫后是整个那个仙剑里法力最高的人，九剑仙对巫后还有一些爱慕之感。啊！呀，安杰不会是？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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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滴答，十大车祸场面没少看啊！作为一个歌手，最爱看车祸场面。我一定听过。再来一个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杨幂不是？我知道是什么歌，孙艺丹的。错，不是孙艺丹，他不叫孙是吧？不姓孙，但是什么艺丹？他名字叫什么？一丹。三寸日光，不对，三寸日光是梁静茹的。三寸天堂。对，谁的？三寸天堂，李一丹、王一丹、刘一丹、马一丹、洪一丹、张一丹、赵一丹、周一丹、金一丹、武一丹、来一丹、来一丹、刘一丹、王一丹、马一丹、赵钱、赵一丹、孙一丹。真的。真正不是我，不要浪费机会。我说帮大家捋一下，我说至少我们的格式都是谁谁谁是谁谁谁，对吧？对。然后你当时说什么格式？什么？哎呀，框架一样什么呀？不一样。我没想明白，我真没想明白。现在明白。因为我脑子里没在你那儿，我就突然想什么格式格式的，还有你没说格式，你说了什么词儿？举起了手中的酒啊，今生就做朋友，就算天高地厚，咱也要一起走。时间像流水，就像黄河水在流，多少时光就一去不再回头。闲言碎语不要讲，正想美事好地方，梦想修理修梦想，我换我今天八个唱。爱你的日夜期盼，迫切的不知道何时再相见。记得那天等待，在心中点起火焰，我反复感到命运的冲撞。我自信不敢放大，就算输给命运和爱。若凡、轩轩，其实你们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，梦想的翅膀真的可以带你们飞翔。怎么挣扎，逼到悬崖开出一朵花，梦想。